发，深圳队的一传还是非常不错哦。我们看这个球，小斜线王维一补的这个位置啊，补的特别的好。刚刚上野队的这个防守不理效，其实，那徐小婷其实这个时候选择给复攻，还是，应该说是最，稳妥，可能是也是最简单的一个球。一传到位，会儿我们看到这个球，不抵消了。这次进攻其实是被拦回，但是弹四号位不抵消的进攻，这个球又是进，深圳队打跑动进攻了。上海队又是抓到了防守反击，发球没有什么性能啊！我们看到这个进攻，上海一传，又是顶到网口，给了上海队的轻拍一个直线，打得非常清楚啊！深圳队这边六号位补直线的。拼防守，打反击，最后一板还是不理西奥后三的进攻得分。有效的防起拦起，再给四号位不理西奥，非常的清楚啊，这球打的。保护起来，四号位的调整功，看看布里肖的处理，又是一次打手出界。我们看一下调整功啊，布里肖还是高点打长线。李笑的这次进攻，